去成定下午3点的船班好吗？这样到那边就傍晚了，没有更早的选项吗？请问这位小姐的意思是什么？A. 她希望在傍晚抵达目的地。 B. 她希望早一点抵达目的地。 C. 她想寻找搭船之外的方案。 D. 她不记得去程的船班时间。